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似乎灭了老虎威风本领，但也别怪他，因为这只孟加拉虎对新竹市动物园还很陌生，几天前才刚从六福村来，这16号正式亮相，扛起新一代推广生命教育的女主角大卫。还蛮刚好的，因为我不是本地人，所以刚好来了之后就可以看到，觉得蛮特别的。蛮可惜的，真的没看到啊。孟加拉虎妹妹还很害羞，面对这么多人就默默躲到树后。新竹市立动物园原本两只明星老虎来福在111年死亡，高龄17岁。哥哥六福去年在睡梦中过世，高龄18岁，等同人类年龄88岁。兄弟党离世，园方决定向六福村借老虎。新报道的孟加拉虎妹妹还很年轻，即将要满6岁。园区决定在农历年后进行命名投票活动。老虎的部分呢，目前是这几年都没有新生的老虎，所以我们也是担心说，未来如果一次进两只，会常打斗，会有受伤，而且会比较状况严重。那我们就考虑到这些因素，他说啊，那我们就引进一只，借展一只好了。过去六福来福兄弟党陪伴新竹人约18年时光，这回市立动物园再借将，让孟加拉虎区有了新的生命力。三新闻张华、梁安宝新竹报道。